众期待四年，情歌王子张信哲首度大驾光临明日之星，倾囊相授真情歌的独门秘诀。情歌呢，其实我觉得不能放太多的技巧炫技在里头。精辟解析经典情歌，爱如潮水，技巧困难之处。你要一直维系着自己气在这个高音的共鸣上面，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是你看不到的技巧，但是唱起来非常难。